那个旁边这个，刚刚旁边是我老婆。老婆、啊、其实很巧，就说我想说我没办法嫁给你，那我就娶一个跟你同一天生日的女孩子。同一天生日的女孩子。我刚刚在想象他讲这个话。对了，所以他也是摩羯座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你同一天，1月18号。1月18号。对。哦，这么巧，你们两个谁比较会唱歌？应该是我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